刚才我连排过程当中啊，我那个右侧腋下啊，那个肋骨，这个是差不多，对，肋骨痛啊，是这样。他们天上下来的踩在我头顶上一个，然后下来的有时候有人在这个脚这边，靠边上稍微踩了一下啊，然后再下去啊。踩了一下再下去，所以他们踩的时候，那个踩的时候就，这边痛了一下啊，就他们下来，后来很多人呢，又要跟着我做事情啊，行了行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排，你们自己看着啊，看着我怎么做的，你想做你就跟着一起做啊，行了，队伍壮大了啊，队伍越来越壮大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